2023年5月5号礼拜五，第14次溶洞，第14次酋长线流转。嗯。昨天雏鸟有点掉下来，先去早上去顺便看一下，它还在不在原来地方。2023年5月5号礼拜五，第14次的酋长线流转。48分了，雏鸟掉下来，今天就要请假了，还得动保处，请他们来救援。目前听起来声音是 OK， 没有其他异样的声音。应该可以不用灯的，灯关起来。雏鸟不见了，这一只吗？雏鸟还在，雏鸟还在。好 ，OK， 还在就好。雏鸟回来了。哇，还在这里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青鸟嘞。再看一下青鸟，欸，这边一只转过来刚刚好，这只是公鸟吧，站的位置来讲，欸，这只是母鸟，对，对到焦吗？ check 时间呢？2023年5月5号早上4:55，青鸟在这，母鸟刚才才飞回来的。我们来特写一下它们这两只，这是母鸟。好，现在5点哦，其实肉眼看不到。对，好，然后这是公鸟。哦，欸，真的肉眼看不到呢，公鸟这个位置蛮常站的。哦，真的真的，公鸟、母鸟勉强，公鸟有了小白点，真的好。我们再来拍雏鸟。雏鸟现在是有点尴尬，还是给昨天的位置？没有，没有回去，看今天会不会回去吧。我把那手再拉一下，巢穴没有动静，有有有，巢穴有一只在偷看的，有没有？一只。然后很庆幸的一点是，雏鸟这样折腾了一晚，它没有掉下来。现在蚊子太多，第三只在哪？没有看到。回来。
那时候出去了，他送我在那个乔装备的时候飞出去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现在的光线就看得到了，看不住谁在叫，这两只嘴巴都闭着了。